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实战了线性回归，本节课想我们来处理 machine learning 中间另外一种问题，也就是离散值在自然界中间还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比如说向前走、向右走、向左转、向右转，或者说在计算机视觉中间更为常见的就是一个图片的分类问题。比如说你这张图片到底是猫还是小狗还是一只小鸟。我们来看一下在计算机视觉中间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数据集，叫做 ImageNet。 ImageNet 它包含了1000种的一个常见的生活中间的一个物体，它包含了每一个物体在不同形态下面的一个真实的照片。所以的话，这一个 ImageNet 的数据集的大小大概有没有解压之前就有100多G。 这个数据集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图片识别的一个难度，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能够完成1000种物体的一个准确的识别难度也是不小的。我们现在不会使用 ImageNet 数据集来做训练，因为它的一个数据集实在太大了，我们学习用的一个设备可能装不下，而且它训练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和麻烦。我们会使用图片分类中间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任务，它就是一个手写数字体的一个识别。手写数字体的一个识别，它体现在我们有很多种由不同的人手写的真实的一个图片的数字。我们希望机器能够非常自动化的识别出来这图片中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为了能够很好的测试这一种图片识别的一个性能，有人就专门的收集了由不同种人写的一个不同风格的图片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图片。它包含了从0到1一共有10种数字，然后每一种数字大概有7000张的图片。这7000张图片风格迥异，它包含了不同的字体，包含了不同的一个倾斜呀、粗细呀之类的，因此能够比较好的涵盖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手写数字体识别的一个问题的难度。这个数据集它叫做 Minist， 它是由右边图片中的这位大神叫做 Yann LeCun 收集得到的。杨乐坤他现在是 Facebook AI Research 的一个主任，同时也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现在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发明者，号称是深度学习的三驾马车之一。好的，现在我们回到 Minist 的手写数字体的一个识别中间来。它一共包含了10种数字，每一种数字一共有7000张图片，这样子的话它一共有 70K 张图片。我们随机的把这 70K 张图片分为 60K 和 10K 的这样的两个部分，其中的 60K 专门用来 training， 也就是用它来 training 得到我们的 W 参数和 B 参数。然后我们的 W 参数和 B 参数表现性能怎么样呢？我们就用 training 好的 W 参数和 B 参数在这个剩下的 10K 图片中间来做一个测试，然后这个测试得到一个结果就能够反映你这个模型 training 的一个性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一个分类问题的一个输入和输出。对于输入来说，我们一张图片的大小和它的一个长宽比都是一个不定的。为了很好的简化这个问题，我们 Minist 的数据集中间每一个数字的一个图片大小都标准化为一个28行乘以28列，然后每一个像素点的一个值，因为它是一个灰度图片，我们就可以用0到255来代表这个图片像素的一个灰度值。0的话代表这个像素点是一个纯白，255代表这个像素点是一个纯黑。所以的话，对于一个 Minist 的手写数字体的一个图片，它的一个数据存储就存储为一个28行28列，然后每一个点的一个数据大概就是一个一位，所以的话它可以你写成28281，也可以写成为2828。然后对于如果你拿到的是一个彩色的图片的话，它有可能就是28行28列3。当然了，对于 Minist 的是没有彩色版本的，对于其他的一个图片它有可能就是32323，这个3就表示 RGB 通道。对于每一张图片，它是一个2维甚至是一个3维的一个这样的向量或者张量，我们希望拿到一个向量能够很好的表示这一个输入。所以的话，我们把28 28打平。这个打平序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行是这里，对吗？这里是第一行的一个具体的数值，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打平后的一个向量的值，也就是一个一维的一个数值。所以的话，我们把第二行的数值直接放在第一行的末尾，把第三行的数值放在这一行的末尾。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一共得到什么？一共得到一个，假设这是28的话，还再拼接一个28，再拼接一个28。这样的话我们有一共有28行，所以的话我们一共有拼接了28个28，这就是一个打平的操作，也就是把28 28的一个二维的一个 matrix 变为一个28
乘以28一个一维的 vector， 这个28具体就是784，也就是说我们一张图片它本来是一个28乘以28的一个这样的 matrix， 它是有一个具体的位置关系的，也就是有你有上下左右的一个临近像素，对吗？我们把它打平成一个一维的784以后，它的一个上下的关系就丢失了，也就是说你只有你的左像素和右像素的一个邻居的一个这样的关系。我们上和下的一个这样维度关系就会丢失了。这样子的话，虽然说丢失了上和下的一个维度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保留了这张图片的一个彩色灰度值的信息，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图片信息的一个表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入。现在我们来再看一下对于一个分类问题的一个输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输入是 b 和784，这里的 b 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也可以理解为二三四五六，这里的 b 就是说我们一共有多少张图片？如果你只有一张图片的话，那就是1784，对吗？就是说这张图片一共有784个像素点。然后对于分类问题来说，我们的分类具体怎么表示呢？其中一种最简单的表示方法就是给每一个类直接编号一个具体的数值。比如说，我们把零赋值为 dog，把一赋值为 cat，把二赋值为 fish。这样子的话，当你输出一个1.1或者说2.1、2.2的时候，你会把1.1赋理解为 cat，2.2理解为 fish。这一种编码方式非常好，直观，非常好理解，但是它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说，数字之间它有一个天生的大小关系，比如说零是小于一。一是小于二的，但是类别之间它是没有这个大小关系的。就比如说，cat 并不是小于 fish 的，cat 和 fish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类别的一个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得到了一个输出的值，比如说一个2.2和一个2.3，你可能会觉得2.2是更加符合一个 fish 的，2.3是没有那么符合一个 fish 的，对吗？可能它是更加接近于一个3的一个这样的类别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概率它本身是属于一个零到一的一个这样的区间的范围，所以2.2和2.3的一个这样的 interpret 一个这样的解释，它并不符合一个概率学上的一个置信度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另外一种更好的编码方式是什么呢？也就是这种编码方式。首先，我们把每一种具体的类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 load，也就是一个具体的节点的输出。比如说，这里有个 load，这里有个 load，这里有个 load。对于十种物体，它一共有10个具体的 load。我们把第一个 load 理解为零，第二个 load 理解为一，第二个 load 理解为二，然后哒哒哒哒哒九。这10个 load 之间，它并不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这样的关系，也不是，也就是说。零号 load 并不在一号 load 之前，一号 load 也并不在二号 load 之前，它们之间是没有一个信号的一个顺序的关系的。这样子的话，它是非常符合一个类别之间没有一个顺序关系这种属性。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然后每一个 load 之间有一个具体的实数值，这个值我们会想办法把它归化为一个零到一的一个这样区间。这样子的话，这个具体的数值它是表示。这一个物体属于零类的一个概率，也就是当前这个物体是属于什么？也就是说，这一个 load 的输出值是给出 x、y 等于零的一个这样的概率。然后这一个 load 的一个输出是 y 等于一 given x 的一个这样的概率。然后同样的道理，这个 load 也是 y 等于二 given x 的一个这样的概率。我们会想办法使得每一个节点的一个输出值的范围在零到一之间。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是，我们会想办法使得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10个 load 之间的输出值的和为一。为什么要这样和为一呢？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张图片它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九，对吗？所以的话，它总是会属于这10个 load 中间的一个节点。这样的话，我们会使得 y 等于 i given x。然后 i 是从零到九之间的一个总的一个概率和，是等于一的。也就是说，你不管哪一张图片，从我 minus 的数据集中间抽出来任何一张图片，它输出了一十个节点的之间的概率和总是为一。然后这10个概率之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概率，对吗？这个最大的一个概率，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当前类别的一个置信度。然后我们取最大的概念所在的一个 node 的名字，就作为当前的一个物体的一个识别的种类的一个归类。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猫和狗的一个二分类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输出，然后它输出的这个节点是理解为 dog，这个节点理解为 cat。
如果这个值是 0.5， 这个数值是 0.5， 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它属于狗和属于猫的概率是均等的，而且都是 0.5，它们累加起来都是一，对吗？如果这是 0.9，这是0.1的话，怎么翻译呢？就是说，当前这个节点它属于 dog 的概率是0.9，属于 cat 的概率是0.1，而且这张照片它只可能属于 cat 和 dog 之间的一类，所以的话，它们之间的概率和加起来总是等于一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编码的方式，我们把这种编码方式叫做 one hot 编码。因为每一张图片它只可能属于输出节点中的一种，所以的话，对于有10种的话，其他的都是零零零。然后对于它所在的那个真实的，它就是一零零零零零，对吗？比如说你当前是零号数字的话，那就是零号数字所在位置是一，其他的都是零零零，一共有9个零。如果你当前图片是一的话，那就是 D 零号元素是零一零零零零，这个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它是属于一这个数字的一个置信度是一，也就是它100%属于一。然后我们实际输出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这么理想的数值，它可能是什么0.1、0.8、0.1、0.00这样子，什么说明它有0.8的概率属于一，这也比较乐观了，因为它有0.8的概率属于一，0.2的概率属于其他的一个剩下的种类中间的一类，这种情况也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情况。